有边只狗仔想去东涌啊？而家行紧去东涌北公园啊！咁泊车咧可以泊喺东涌起东街停车场，就优惠价10蚊一个钟啫。泊完车之后咧，沿住呢一条直路一直行过去就会到噶啦。东涌呢边嘅环境好清幽，好靓啊！咁东涌北公园咧，唔系成个公园都可以俾狗仔行嘅。而家我哋身处喺 C 区，咁就要揾翻 A 区先可以嘅。C 区好靓啦，但系唔可以俾狗仔入。A 区唔知系点嘅咧？未去到 A 区之前咧，都系一大条嘅直路，都几好行嘅。而家去到 B 区啦。终于到咗东涌北公园 A 区啦，咁入口处就会挂咗宠物共享公园嘅横额。咁真正嘅宠物公园呢，就是 A1 区啊，咁佢有个栏嘅。呢个就可以放啦，真系。可以放啦。幾好喎、啊、！A 區其實都好新淨，佢又設咗個圍欄啦，攔住啲狗啦，咁就可以放繩，咁有水機啦。哇！另外咧，呢、邊嘅環境好多樹，所以唔會太曬，仲靠住山添，環境一流啊！好唔錯喎、啊！呢、這個東涌北公園雖然唔係 A、B、C 區都俾狗仔入啦，但係呢個 A 區呢個環境都係好靚嘅。弟弟，弟弟，兩邊都有欄攔住嘅。去完狗公园之后呢，我哋就会去一间可以俾狗狗去嘅西餐厅，不过就只可以坐室外嘅，所以我哋就选择去食晚餐。咁佢有一个好处呢，就係可以泊喺呢一个 Sheraton Hotel， 咁你食完饭之后佢就会俾返一张 free parking 嘅 voucher 俾你嘅，所以就是免费泊车的。Sheraton 的停车场一出，它的对面已经到了的了，就是这间 CABANA 乔巴拉，不识读啊的餐厅，就坐室外位咯。这间餐厅的位置呢，就是一个商场的中央广场咁嘅，咁佢对面呢间餐厅咧都系可以俾狗狗坐室外位嘅。佢呢度就围封咗啦，我谂前面就有啲工程做紧，环境几好嘅，餐厅职员都好 nice 啊，仲开咗部风机俾我哋啊，诶几大风几爽。呢度职员咧都会着夏威夷恤噶，好有 feel 啊，仲要有个咁靓嘅日落景，正啊！好似去咗度假咁啊！少少啦，海鮮塔價值498蚊嘅海鮮塔喎、啊！新鮮青口 coffee， 哈哈 ！Seafood Tower 就好睇唔好食咯，唔係好新鮮嘅咋，應該係冰鮮蝦啊，全部都係冰鮮嘅。夏天咧，佢啲冰融得好快啊，食到好攪攪啊，唔好嗌啊！個 fish and chips 咧，反而哇好大份，好有睇頭。埋單嘅時候咧，記得同翻職員講話要 free parking， 咁佢就會喺你張單度吸個印，咁就可以免費泊車噶啦。
咁去翻繳費處俾職員就可以啦。